别录了。漂亮不？我们可以用它接茬。这个好漂亮，漂亮吧？还有一个特别旧的木头盒子。然后我也呢还选了四个这种的碗，还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茶壶。这个茶壶我觉得形状特别漂亮，所以我就买了。然后还有这个篮子，这个篮子是一英镑。
tomorrow I can finish that other room off, and then the day after I finish the stairs off. Mm.